四五十岁的女人还有吸引力吗？我告诉你，答案是肯定的。哪怕你已经到了四五十岁了，但是看上去好像还是二三十岁一样，你会发现自己依旧有魅力。但是有一点你要注意，就是一个女人啊，到中年的时候，体内的维生素会加速的流失，她的白头发就开始变多了。你千万不要以为是自己开始变老了，只不过是你的身体缺少了两样东西。第一，缺少了维生素 B，缺少它的话呀，就非常容易长白头发。第二，缺少了生物素，缺了生物素的话，你就会非常容易的掉头发。所以建议爱美爱自己的女士朋友们，每天多补充一粒儿多种维生素 B，因为里面包含了我们每天所需要的生物素，维生素 B1、B2、B6，还有 B12，还特别添加了叶酸、烟酸、泛酸，这些可都是我们人体所需要的营养素。吃过的女性朋友表示了，只要她不停产，就会一直吃下去。那现在是拍一瓶19.9块，这样的一瓶呢，能够咱们吃一个月。它是20多年的上市老品牌了，咱们吃着放心。你记得一句话，女人没有好头发，颜值再高那也白搭。所以想要改变一下自己的朋友呢，现在点击屏幕的下方看看它。